圣经导读医治篇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医治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诗篇103:2-5。人长期精神压力会影响体内的抗体制造，并降低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。一旦情绪浮动，不良的情绪变化便会经由中枢神经、内分泌以及荷尔蒙影响我们的免疫功能。长期下来，人体内的免疫力渐渐的就会衰退，疾病也会入侵。因此要经常保持稳定的情绪，才不至于生病。这个时候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妈天父，我的心要称颂你的名，因你总是恩待和怜悯我。求你赦免我的不幸和我不愿意交托的罪。我要再次的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因为你是救赎我脱离死亡的神。求你的仁爱和慈悲成为我的冠冕，好让我时时称颂你。全能医治的主耶和华拉法，我要将自己的免疫系统以及内分泌交给你，唯有你可以转化我体内的抗体以及中枢神经。愿你使我知足，愿你的同在满足我，安慰我，使我的心和我的灵再次得着安宁。愿赐给我宁静的心，去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事，使我有正确合宜的判断力。耶和华拉法，我的主啊，我要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你要使我脱离死亡。你已赦免我所有的过犯，你要医治我一切的疾病，因你向我施恩及怜悯。求主耶稣为我斥责身体所有的细菌、病菌。圣灵的大能，求你进入我的中枢神经以及内分泌，并除去不平衡的荷尔蒙分泌。求你向我吹气，调整我的免疫系统。感谢主耶稣拯救的大能，因你是生命活水及医治的泉源。你恢复我免疫系统，使它能正常的运作，使我远离疾病、痛苦、焦虑、死亡的攻击。我奉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，命令所有的免疫系统疾病以及有关的一切咒诅、邪灵、黑暗权势都要离开，因为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的灵魂体里面。求使我的免疫系统得以按着阿爸父创造的次序活络起来，使圣灵的医治运行在我生命中。主耶和华，求你不叫我忘记你的一切恩惠，求医治我的一切疾病。我再一次的宣告，你救赎我脱离死亡，愿你的真理以及美善使我得以知足，以致我能如鹰再次返老还童，并且展翅高飞。求主使我凡事兴盛。孩子来到你跟前祷告，乃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